们首先广大观众快乐。今天，首都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。是来自三军里面的女兵以及首都的女兵，接受阅兵的兵员有成11000多人，而展出武器方面超过90%都是新装备。装甲部队是今次的先头部队，最新式的坦克都有展出。检阅队伍里面包括42种大型军事设施，当中最受国际关注的就是东风31型弹道导弹。这种导弹射程远达美国和欧洲，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。大批先进的海陆空武器、防空导弹、反舰导弹都有展出，其中飞腾2000防空导弹射程远达100公里。空军方面，多种新战机，包括由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飞炮歼轰机，另外亦有空中加油机和不同型号的直升机。不少的是由俄罗斯买入的苏-27战斗机。过去13次阅兵所展示的武器一年比一年先进，而且呢还越来越多是自制的，到了今年还强调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制造。有线电视记者胡力汉在北京报道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有14万群，就是它边，那么现在已经改成了整个现代化的一个工厂。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开放，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进步吧。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在的时候好像还要比较土一点。到了1993年，我祖国满了信心。一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和当年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式的老战士，今天也欢聚一堂，抚今追昔，激动自豪的心情溢于言表。1949年，我曾参加过这个第一次阅兵，和现在这个比较，那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看到这个以后，心中非常激动。我在领头喊：“我们祖国万岁！”我们祖国在江泽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，我们的国家将来会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大。锣鼓队的表演，气氛就轻松得多。本港5支纪律部队亦都派出银乐队进行会操表演。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下午由北京赶回香港出席会演。他在致辞时说，香港回归2年以来